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玉恩。如果你们有看过上一部生日礼物开箱的话，你们应该觉得那些礼物很棒吧？但是呢，在不久之前，我收到了来自于雨夜的礼物。雨夜也是一个 YouTuber。对他，我跟他就是算朋友，然后他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上面写说天堂先开禁用，我管你的，我不要，我要去开这个，这个上面写说地狱。好啦，我们就来开喽。第一个是，哎 ，hello， 我是男生 ，hello， 你送我这三小。这三小，第二个地狱的东西，又是一个。我们看天堂，天堂是这个。等一下，我拿不出来啊！哎呦，不管了，直接用暴力方法拆。天堂，天堂算不错，蛮多的三样东西，然后再加上他的两张手绘图。那先给大家看这个音乐美化人生哦，这是顾名思义的，就是耳机感温变色粘土，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的粘土，所以它真的是粘土，不能吃哦。好，第三个太空冰淇淋。但是这个我不知道是我还是你，然后100订阅，我的频道名称 YouTube 的标志，好，最大张的一张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是雨夜的人物，但不是他本人，这是他的人物，蛮好看的。然后这是他穿制服，学校制服的，真的蛮不错的，我也蛮喜欢的。这三张我最爱。哦，然后顺带一提，这后面还有写字，我要看一下哦。那个片师，等一下帮我把字幕打在旁边哦。Dear Nick 与 UN Happy Birthday， 我们都14岁了 ，YouTube 开了一年，我觉得我该感谢的是我当初有跟你打赌。为了我打赌 ，YouTube 干嘛？真的不是很懂。不然我现在也没有开频道的经验，所以哦，更正，所有的雨夜粉都很谢谢你哦。有吗？他们知道我是谁吗？虽然我现在已经转学了，跟你不同校，没关系啊，还是住隔壁啊。哦，下一句就真是，但还是住隔壁嘛，有机会再拍片合作。然后最后一句，思思不可惜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思思你再自己传简讯跟我讲就好了。然后最后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点是干嘛的？点点好玩的吗？还是在试水壁有没有水？我蛮想让大家看看雨夜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可是片师你会帮我吗？好，应该是不会啦。如果会的话，一样帮我打在这边。哎，不要，在这边好了。刚刚是字幕在这边嘛，那雨夜就在这边。OK。我刚刚打电话问雨夜说，这两盒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真的是卫生纸吗？他跟我讲说不是，他叫我自己拆来看。你就看你有没有骗我喽，雨夜。而且你答应我，如果你骗我的话，你要让我打你。很好，你没有骗我，真的是棉花糖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。很好，也还是棉花糖。好，我们拆这个太空冰淇淋。吃起来很像饼干，然后我们开另外一个，这个粘土里面长这个样子，这样子。虽然我不想弄到手，所以先这样好了。
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耳机，试一下音质吧。Oh my god！ 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耳机的音质比我自己买了一个几百块的耳机的音质还要好。天哪，太屌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我个人觉得啦，最好的是这个耳机，然后最不好的是这两个卫生棉，因为在我还没有开封之前，你们不觉得炸饭之家真的很像卫打饭，真的很像，真的很像卫生棉吗？好啦，就可以用到这边了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在下面按个喜欢并且分享。如果想看我更多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未来会时不时的看影片。那你们有任何想法，然后拍的东西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。那我是宇恩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宇恩，你不是很喜欢这个口味吗？你不是很喜欢这个口味吗？你怎么还愿意送给我？我是不是应该还给你啊？